好。好嘞。好，我们看看圆出来的脚非常漂亮。哦，好光，平整度、圆弧度非常漂亮。机器也可以单头使用的啊，就是说你当你需要圆一张板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机器关掉就行了。对，也可以独立单头使用。哦，现在是单头使用，单双头同时使用，非常高效，非常漂亮。